哇，我在刷点。我在小门儿。我在大门。哇，心跳了，红夫人。红夫人。啊。啊，那挺好。抓我，不可能！哇，真抓我！镜子都不起，你怎么抓我？我感觉自己像个机器人。屠夫还喜欢抓前锋，我发现这些屠夫。我今天就抓前锋啊，没办法，你这骑虎难下的。他在，我去！哇靠！他要闪呐、啊！在哪儿啊？在墓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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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咋不墓地呢？我以为你在推墙呢。我现在把自己能打上血吧，厉害呀！我帮你盖满了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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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撞他镜像。我没法撞，抓不了你。啊，他能抓能抓能抓。我在呢，我为你保驾护航。我就在他闪，这大哥被卡住了，出不来了。想想你也是要闪的嘛。这是怎么给他装晕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没地方激动啊。你那啥，打血就行。不抓我了，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。哎呦呦呦呦！粉丝可能是我粉丝，那更要锤他了，更要让他自闭了。现在粉丝不都是受虐狂吗？被主播暴打，会很开心，好吧？他已经抓不了我了，单刀屠夫，你一个闪现空了，真的这一生就没办法了。把你血打满呀！你这剩四分零。我他刚刚在抓我呀！OK， 我修炼了。他现在在搞谁呀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搞我。我修一台机。你刚刚撞了一个很离奇的撞晕吗？对对，贼离谱，就在空地上就晕了。我以为我要没撞晕，我要迟到了，然后就谁知道撞上了。我上次看你在打女巫的时候，然后不知道谁的前锋撞，把你的女儿撞在了你自己的腿上，然后晕了，空地里面。比赛不也有一场吗？我记得，之前打比赛也有一场，就离谱。我这里还有5%的电机，但是监管者，你是什么中场啊？能量吗？必须的。哎，这祭司是不是没有大心脏啊？祭司不知道，应该是没有。他在抓我，没事，祭教不在我这儿，但是我应该毛文腿了。打中了，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。他抓了个祭司，快快快，这个门开了。不是我这位置不行，我得往后面边线溜。
他还没换过去啊？转个镜，我等一等。三个箱子，哎，起来了，嗯，再打死了，好快，点这儿。怀表，哇，恐怖！你门开了吗？没有，我根本没机会开门，那不是在小门吗？你大门开了没有啊？开了呀。开了，你等着吧，我拖到薄命我都能走。你们俩干嘛？没开门啊，没开门，别过去了。我没事，我有怀表。照到我了，我让故意让他照到我。转过来啊，不转。嗯，怎么地还要打架啊？他要去，我很纳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，没开。等挽留吧，那你去了就等挽留吧。我中场卡着，哇，这个人挽留结束了，没事，他有那个，我说挽留结束我们就可以走了，嗯，确实，反送，那边没人。